的，今天来拔花生来了。这个是花生啊，这我们只是种一点点自己吃的，不是卖的，也不榨油的。这花生，每年割完早稻的话，这个早花生就可以摘了。有的会种晚的，就是秋花生，就是拔完这个花生之后再种啊，现在种就是秋花生，跟晚稻一样啊。这个花生种也是跟种早稻的时候差不多时间种的，就是打秧的时候种的，也长了三个多月，将近四个月了。今天拔一点点回去啊，看一下能不能摘到一篮子，因为这里没种多少，还有另外一个地方种的，另外一个地方是更晚一点啊。今天拔一篮子回去煮的吃啊，煮那个盐水花生。这个拔这个花生啊，一定要小心这个叶子上面有那个虫子，我们这边叫赖堆，那个绿色的毛毛虫，像那个豆子苗还有这个花生苗，这个特别喜欢有长爬那种虫子上去。那个虫子就是只要你挨到它就会肿，就麻麻辣辣的，特别痛，火辣火辣的。等下抓一只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哈，一不小心就被这个扎到了哈，被这个搞到了。它就喜欢长在这个花生苗的叶子上面。我们这个花生是最传统的这种哈，就是两颗籽的跟一颗籽的哈，很少很少那种三颗籽的啊，这种就是传统的这种。那种三颗籽的，或者说那种还有红衣的哈，四五颗籽的那种花生哈，那都是后面的杂交品种，产量高啊。但是没有这个花生原汁原味。这个产量不行，这个反正我们就种一点点自己吃，管它多少，够吃就行了。花生拔完了，拔了大半篮子，回家洗一洗，晒一下，洗一下这个花生。好了，洗一下手，洗一下裤子，洗把脸。好了，回家。好了，倒出来就这么一点点，放在这里晒，晒一下
回头再洗一遍，晚上煮着吃的。要奶奶全。好，很好吃。嗯，很熟。快把我。